这个雕像就是他们这个老烫的进口了，这个雕像近看一下，这个马也瘦，是人也瘦，这个雕像后面就有一个地图，这地图也是那个tile的，标志着去了老城 Old Town。 这儿有一个卖咖啡的，花儿又是三角梅，真漂亮。这儿有 tapas， 不过现在太早了，没人吃呢。待一会儿肯定特热闹。 阳台上抽颗烟，肯定特舒服吧。它这些老烫里面墙上挂的这些小花篮真好看。它这里头一到这个点儿没有游客了，说话声都不能说大了，特安静。 又到了一个小的 square 这儿，小 square 真漂亮，so colorful。 有另外一个小的咖啡店，这是他们买的咖啡和 cake，coffee and cake 是5块钱。这已经到了它的居民区里头了，就很安静了，一点声都没有 ，so quiet。 你看它这个地面修得多漂亮。 这个铁窗并不是说他们不安全，这是他们的一个 style。跟那个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啊，都喜欢在窗户上加一层这种铁栏杆。他们这铁栏杆有时修的特漂亮的。 走这些小街小巷是最舒服的，也不用怕迷路，走哪儿都挺漂亮的。It's the other side， 啊，我头上这个三角梅。 街上也有这种地图 ，so pretty。 朋友推荐的 wine bar， 小 so pretty， 叫 bar。
factory. This is Picasso. Yes. Okay. Yes. Thank you. Gracias. 一个毕加索的画廊。这个里面除了有 Picasso 的，也有达利和郭雅的。这幅也很好看， Starry Night。 这门都修得特好，漂亮。Yeah. Sí, bien, sí, Amazon. Hola. Hola. Yo voy a ir a comer. Que chimenea. Wow, this is square. Yes. And the lighting is perfect.现在是在 Town Center 这个地方的 Fountain， 挺漂亮的十字架。 Town Center 就稍微热闹一点了，这里有一个老的教堂，就在我的左手边。这就是最老的教堂，待会儿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现在正好应该快要弥撒了。Yeah. 啊，可以进去骑。那小狗多可爱。Hello, baby.现在进到这个教堂了，现在进到这个教堂了，还有不少人在做礼拜。Thank you.
这个 wall 是最老的 wall， 是公元十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盖的，等于是以前的一个碉堡。看下面这个 step 上这些个花纹也都特好看， tile 上面都有一些小 tile。整个这个 walkway 是绕着这个碉堡走的。So pretty. Just fire as well. 然后那边是、哦、那边是朝西的。走的这个 step 上，这小 square 也挺好看的。就明显安静了，看这阳台多好，他们这阳台都弄得干干净净的，上面没有乱摆东西。看他这些墙上挂的花儿特别好看，远处就是山。 Yeah， 看从这个墙上正好露出来人家里种的这个，这可能是 is that lemon 还是橘子，看不出来。今天这天又是超美，特别的安静。你看西班牙这房子吧，也都特老，这家里露出来这些阳台什么的干干净净的，他们这人真是不攒破烂儿。都是他们的阳台，全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又到了另外一个小 square 了。现在人开始多了，七点以后他们开始出来吃饭了。到了另外一个 square 了，这个小 square 的这个小青蛙很有意思，是全部是西班牙文的，所以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还是一些美国女的会打扮，完胜欧洲的。看这里都是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。
现在可以到对面有一个 mosque 去看一下。Marbella 这一天虽然比较赶，但是特别完美。 Thanks for watching.